弟弟画的马红俊与白沉香。인생을안다면신선이라어찌사람이겠소香香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摘星星。不加喜欢我画的，请不要发奥利给，请打100分。姐姐画的马红俊与白沉香。马红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变瘦了，而且长得比唐三还帅。变瘦了的马红俊是不是很像霸道总裁？如果你也喜欢马红俊，就请长按点赞，强烈推荐吧。既然有人说香香现在配不上马红俊了，你觉得呢？